Are people afraid of you, Ben? Who's afraid of you, Ben? John. Your brother. And what is your brother? Why is your brother afraid of you?本次更新啊，然后这一期我们主要用 Final Cut Pro 啊去调色。回归受众，因为很多朋友都不会用达芬奇，其实我也能理解，我也能理解，因为毕竟大多数人其实只要快捷的把自己视频做到一个比较好看的颜色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一期我想尝试性的用这个我不太熟悉的 Final Cut Pro 的界面啊，去调一下我自己的一个 S-Log 的素材。前面我在群里面啊，前面我告诉群友，哎，我用这个调色的时候，我发现我把自己的调色，然后去分享到群里的时候，然后整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推荐给群友的时候，我发现我用截图啊，就是微信自带的截图截出来的这个，和我自己就是这个电脑页面，然后放回去就对比一看。颜色是不一样的，会淡掉一点啊，所以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微信它自己内部的可能是一个压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它的颜色本身就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如果你是要进行一些确认的话，微信直接确认颜色是有可能是有误差的啊，是最好。如果你要去确认颜色这一块的话，还是要上传原片，然后进行百度云，然后让别人用电脑去看啊。还有这边就跟大家去聊一点题外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在这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色卡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不推荐所有人去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被客户、被这个行业、被这个国内的环境啊训练出来的人。色卡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可以说是流派吧。就是如果你用色卡，其实无可厚非，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专业流程体系。但是我这边要说一点，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啊，应该是很多时候，如果你进行了一天的拍摄，那你会拍很多的分镜头。如果你是做一些商业的短片的话啊，如果你拍服装啊，特别是拍服装啊，大多数情况下拍服装用色卡的情况都是在棚内打光的情况啊，我们只要用一次就可以了。但是绝大部分我们碰到的情况是进行外拍啊，而且是进行非常稠密的一个外拍。大多数在杭州或者是在上海进行一些服装啊，特别像这样的服装外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摄影师的啊。摄影师拍完之后，摄像师大概只有5到10分钟的时间就需要换下一套了啊。你每一个镜头每一套都要去上色卡的时候，你就知道很烦了啊。因为在短时间内，如果他进行了一些阳光或者是阴影的一些转换的话，你得到的画面也不可能是一个非常矫正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说上一期。有一期说的是我的素材很长，那你这个时候怎么调色？你必须去做一些取舍，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万事是做的标准，但是你可以把它做到绝对的近似标准啊。因为我能告诉大家，就是说虽然我不会像正规的影视培训那样去告诉你们，哎，这样做是对的，那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你真正意义上如果把那些东西烙印在你的脑子里的时候，你会在绝大部分的拍摄的时候转不过弯啊。这也是我特别不想看到的，这也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学了一些很专业的之后又回到自己的拍摄又不能上手的一个原因之一。我自己是通过我学完之后，然后我消化完之后，我回来告诉你们，我只说对你们最有用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啊，它有对有错，但是所有的内容的指向性全部都是结果是好的。那我只能去做这样的内容，所以我很早就说过 UGC 内容和 OGC 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啊？受众，
我只谈受众，我想让大家直接得到一个好的效果。好，然后我们再回归这次调色的话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素材。好，可以看一下这个素材。我们首先去看一下对比吧。好，这是这两中的跳动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在不停的切换程序啊。我想让大家看到，其实微信是有一些就是色彩上会帮你压缩掉，或者是怎么说伽马会变掉，但是你自己的一个 Quicktime 是不会有改变的。那这是我 Quicktime 的一个画面啊，因为我怕有的朋友就是看不清楚啊，左右会觉得哎还是有不一样的成分，所以我直接把它放到一模一样大，然后不停切换给你们看了啊。这边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再扯开一个话题，达芬奇为什么不要去直接进行输出，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达芬奇它输出出来的那个颜色也会变啊，很神奇，就是你就算设置正确了，它那个输出出来的伽马也会变啊。所以我在前段时间就说，如果你们发现很多人用达芬奇，他们也会后悔来调出来的啊。其实也有关系到一些屏幕的校色，或者是关系到一些其他。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用苹果系统的话，我是绝对站立不要去对你的苹果系统进行校色的啊，这个和印刷不一样。如果是你是做印刷或者做平面摄影师的话，你的系统一定要进行校色。如果你是做印刷的话，但是如果你是做网络投放或者是要对接客户的话，请你一定不要去校你的屏幕。为什么？因为客户的屏幕是不会去校准的，客户的手机也是不会去校准的。你一味的去追寻自己，去阐述你有多专业，只会让有的客户去反感你。或许有的人会买账，但是有很多人是不会买账的，他们是付钱的人啊。这边跟大家说一下，不要跟客户吵架啊，客户都是对的，但是如果客户的屏幕太偏，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带着你的笔记本去他们的公司去看啊。但是如果说也可以通过上传优酷，或者是上传优酷可以去加锁嘛，加完锁之后，其实他们在优酷上看到的那个画面可以在手机上可以播放，你可以去解释。但是在这个之外啊，千万不要去乱解释，因为很多人他是不听你的解释的啊。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发现颜色不准的问题，首先先考虑你是不是校了你的屏幕，第二你的客户的屏幕是不是不准啊，第三你的播放渠道，这是第三个问题啊。为什么说播放渠道一个问题？有的客户他不懂，他觉得画面偏色，但是你的颜色是对的，你为了让他正确的去接受啊，有的时候他是要上院线的，那就不要再考虑了，因为上院线的话他有套标准的一套流程，他再不懂你也要硬刚他到底。你的受众人群只是他要发微信，他要发朋友圈，那他要去做一些自己的 vlog， 或者是要做一些啊化妆品，他想拍一条小的自己的广告片，那50,000-100,000的，那这种时候其实客户就是爸爸，那你再一味的跟他去讲你准不准，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一些啊可以说哎你准我不准这些话。我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绝大部分拍摄一些广告或者是口红广告的时候，你的曝光稍微加一档，你的色号就会产生变化。那你怎么去保证那个色号是完美的产品原色呢？我们大部分都会用的一些操作习惯，就是直接到它的官网去拉个 KV 出来，然后把它的 KV 保存在达芬奇里面，然后直接进行滑向调色，左右对比滑向调色。如果你达芬奇偏，那是进来的照片也会偏。那偏和偏，你把两个偏调成一个红，那你输出的时候就是那个红了。那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啊。然后我们开始正题。对于这个画面来说，我这边直接重新做啊。好，这边我告诉大家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索尼 A73 然后拍摄的一段产品特写的一个动态视频啊，完全是借助 A73 的一个对焦能力啊。为了让它能就是比较快速的叫回来啊，我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我们点到设置啊，这个 I 里面，然后点到设置，然后我们去点击这个设置，点到设置之后，我们选择摄像机 LUT， 然后我们去选择 Sony 的这个原声，或者你可以去选择添加自定义摄像机的一个 LUT，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 S-Log3 啊，可以看到已经完全叫回来了。好，这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看到这些细节还有头发这些细节，那并不是处理特别好，损失比较大，那所以今天主要是来讲，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手动。个人习惯，我们可以点击快捷键 Command7、然后把你的一个亮度叫出来。然后对于这个画面来说，我们还是一样，先对画面的整个曲线调错了，对画面的曲线好，然后我们选择亮的地方，好，选亮的地方在这里，暗的地方我们再选一下，好，再选择暗的地方，然后我们单独进行一个曲线的曝光。好，完成之后，我们在色相饱和度曲线，因为这边我没有看到通道的选项，所以我直接把整个色相的饱和度直接往上提，然后好，提到多少，提到你们肉眼觉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 OK 了。好，然后我们做什么步骤，看到这里有一部分的人脸，我们贴到人脸这个地方橙色是管人脸的，橙色是这边有一个饱和度，然后你可以对你的橙色进行修改，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去选择你的肤色，看到肤色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对这个位置进行一些饱和度的减少同时我们可以在橙色的色相亮度这边对橙色单独去进行一点提亮提亮一点点就可以了，提亮一点点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就再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细节。好，对于这个画面来说，我觉得暗部现在还没有完全沉下去我把它调到这个画面，我把它调到暗部，然后整个往下再近一点让它去顶到零位。好，可以看到有像素已经跑到这个位置了，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这一块的内容。好，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我们去检查一下头发这块地方。我发现头发这块地方比较的生硬，所以我还是把它抬上来一点。好，抬上来之后我去动一下整体的一个中间调，高光我们再往上跑一点让阳光感更强烈一点。好，之后我觉得饱和度的话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再提高一点点，我选择中间饱和度再提高一点点。好，然后我们调到这边还有什么功能这边还有一些色轮的一些功能，可以调色轮的功能因为我这个画面来说我的白平衡就不调了，因为之前的白平衡都是我手 K 的所以基本上白平衡不用调，然后色温基本上你们可以看着自己的一些，这边也是可以单独动阴影的但是我不清楚这边动阴影会不会影响饱和度因为达芬奇之前的一个调参它是不会影响到阴影的一个饱和度。好，然后等我们做完之后我们最后再去加一个曲线然后我想让整个画面灰一点。好，为什么要在最后做这一步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按层级去计算的或者是按平行节点去计算的我只知道有很多片子其实我们不需要把暗部做死暗部有的时候我们让它腾空一点会让整个画面更好看一点，但是一开始不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之前也说过我不太喜欢一开始把你的画面弄得很薄这样你后面就很容易就调得更灰了。好，其实对于目前来说我觉得已经算差不多了其实已经算差不多了。如果说你们想再去对画面进行一些修改的话，其实可以到主要到这个页面吧比如说色相饱和度里面我们可以去单独的对你的粉红色去进行一些加亮，或者对蓝色再进行一些加亮这两块就是比较单独的颜色进行加亮，然后觉得如果色相有问题的话就是把蓝色这块色相然后拖高一点去进行一些你们觉得哪里偏移去进行一些偏移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最关键的是色相亮度啊，其实色相亮度我不建议大家动得太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色相亮度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质感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画面啊，就惨不忍睹了。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它的取色并没有达芬奇那样表现得非常好，其实亮度一直是我不敢动的一个原因。然后其实我们如果放大的话，我们把它放到 150%、去看一些噪点，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有明显的噪点，这个部分怎么解决啊？然后我们去调到我之前分享过的一个降噪插件，然后拖进来，然后把这里打开，然后我们对整个画面有噪的地方选取，然后自动选取，然后降噪。可以看到有些取色不干净的地方啊，并没有被消除，但是绝大部分的一些噪点啊，它已经解决了。比如说这个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降噪后的一个示波器，然后我们没有降噪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是很明显的噪被降掉了。如果你想放大看一下的话，其实可以拿我的素材，然后后期去练一下。Final Cut Pro 没有达芬奇那么方便啊，其实没有达芬奇那么方便，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剪辑软件，叫调色软件啊。因为这边我已经加了一个降噪，所以播放起来会非常卡。好，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调色调完了，那我之后如果有调色再进来怎么办？我是不是就搞不定了？或者说，哎，我是不是就不方便了什么的啊？其实不是的，我这边跟大家提个案例，就是我之前一直拍摄的啊，其实不是的啊。比如说我这边啊，再拖三个素材进来。好，这是其他的三个素材啊，这是其他的三个素材。我们对这个素材按住 Option Command， 再按住 C， 就相当于复制它的所有属性。我们再对我们需要的进行框选，按住 Option Command V。啊，不小心把这个切进来，那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效果已经全部进来。好，所有的效果已经全部进来。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对于一些你想只是还原的一些素材来说，当你调完一个比较标准的室外素材之后，你可以对你该场景下的所有素材进行一个快速的校准。这是一个比较暴力的一个方法啊，但是虽然很暴力，那是很好用。那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期就是我在剪辑软件，那如果说我要做一些活动的现场调色，那我就是这样操作的。那你看，一秒钟没颜色，然后我再反撤销，一秒钟有颜色啊，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当你要进行输出的时候，你再可以把这个选项点上啊，去降噪。好，那这一期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啊。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 OK， 然后想把自己一些拍摄的问题去真的解决的话，那不是想云里雾里的去学一些真的好专业的东西，但是不适合自己的话啊，你可以去到我的微信的一个交流群，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我已经开到第四个交流群了啊，就在昨天。然后呢，之后我也会给大家想一点，就是设身处地的啊，就是能帮助到大家的一些很实用的内容啊。其实影视离我们的确很近，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影视离我们还是有实际差距的。我们只需要做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效果，那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令自己满意，令客户满意的效果啊。至于影视不影视的话，那都是在自己的一个爱好之外。那如果你有爱好的话，你可以去学习啊。但是如果说自己在现在想要生存下来的话啊，一些小办法或者一些暴力的办法，那是没有办法，不得不自己学会的。好，对于最后的画面，看一下降噪和降噪后，网端的一些用户他们比较看不清，所以我这边再放大再试一下降噪后。好，这是降噪后，这是降噪前，降噪后，还是非常方便的。你也可以对你的等级进行修改。